作怪，我只能遇到放心列寸，说了你我都还迁就于情感，不敢去想未来。主唱犬青一袭平口礼服战袍，大露香肩，性感登场，拿麦克风深情演唱手游主题曲《丑人多作怪》，以带着磁性的迷幻嗓音征服台下粉丝，让人完全沉醉在告五人的世界中。我们是，我觉得今天在宜兰真的很开心，在台下有20000个好怪在这里。20000粉丝塞爆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，用超高分贝尖叫热情回应告五人。告五人是架杠宜兰音娜，2017年成团，最一开始是宜兰高中吉他社的乐团，以披星戴月的想你红遍大街小巷。这次回到家乡开唱，除了有长达10分钟4000发的震撼烟火秀开唱，还复刻主唱犬青的爷爷所拥有的顺德号，开进现场当移动舞台，和歌迷近距离接触，超宠粉举动让歌迷十分惊喜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从南方澳把这条船开来这里了。主办单位更大手笔斥资近1亿元，重金打造7层楼高的主舞台，搭配雷射光束，要将现场变成大型派对，让20000歌迷嗨到爆炸。我在不在意，我在意的是你想我的手，而来他的心，你觉得有趣。我才不在意，我在意的是你想跟着我去月球的心。告五人6日连续2天在宜兰和歌迷们同乐，一起点亮宜兰夜生活。民视新闻黄富义宜兰报道。